你因酒后驾车超速行驶，违反公安道路交通管理条例，现对你实行吊扣驾驶证3个月、罚款200元的处理。根据咱们公司与你签订的承包合同，你应赔偿公司车损。至于你在公司的工作嘛，恐怕就不能再续约了。你为了报答养育之恩，为养父倾其所有去治病，这本是件值得歌颂的事情。但我们这是医疗而不是慈善机构，你欠医疗费太多，如果再拖延下去，我们只好通过法律途径来解决，也就是说要把你告上法庭。强子，强子，哎呀，你还抽烟呢？抽什么烟？快快快，哎，快快快，怎么回事？是，哎呀，我跟你说，您不好，我东西还没收拾呢，我去找你，王浩都没打他，别打他。谁是刘强？是我。问你，我告诉你，楼上那个被你撞伤的女孩是不是你撞的？是吧？你居然连个道歉的话都没有，你就要跑？人家本来就是下岗女工，没有钱，这医药费这么多钱谁付？你起码得打个招呼吧。我不打招呼。跟你们讲啊，这些开出租出租车的人只知道自己赚钱，本来跑1公里，你要多8公里。你现在撞人，你钱就他愿意撞人，他愿意撞你，他愿意撞人，他就不愿意撞人。走走走，别走，走走走，走走你打人呢？你别动我，我好好劝别的手，别打，别吵。我跟你讲，咱们现在别吵也别闹，咱俩好好说。你说你现在打算怎么办吧？大姐，我说实话，我现在是要钱没有，要命有一条。你无赖吧你！怎么了？你这是干啥呢？上哪去？去派出所！吵什么吵？这是医院，不是法院，在这闹什么呢？讲理，你这人你讲理什么？你们小市民最痛，见得多了，一谈钱你满地打滚，打滚你就不还钱了，太可笑了！你打人，你打人，你还流利？就打你！你打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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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刚才给你打过电话了，那个钱有没有送来？我觉得你这些大夫，你说这病人快死了，如果钱不送来，你还不救人吗？你误会了。哎，你怎么让他走了？你哎，不是，那算老计吗？你说，你怎么让他走了？你误会了，你真的误会了。你家病人刀口切开后，发现大面积感染，接骨后可能会更加恶化。如果截肢，截肢，你现在有两种选择。结或者不，不结，但我们不能保证。这个人真是的。走，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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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！站住！站住！哎，这个，哎，这个，站住！哎，走走走，站住！我跟你没完！哎呀，强子！强子，我都快急死了！哎呀，强子，强子！哎呦，哎呦，让开！哎呦，你真是尿到快堵住，真是！哎呀，嗨！啊！强子，快开门！这位肇事的司机啊，大家听着，撞了人，
连道歉的话都没有，他就跑了。你想说被撞的人是个下岗的女工，她没钱治病啊，所以啊，我只好送到大家这儿来了。我呀，现在没别的意思，我只是请大家一定要善待这位姑娘啊，拜托拜托啊，拜托拜托，走，咱们走，走，走，把咱们人搬进去。又不怎么富裕，你说我一个姑娘家硬要赖到别人家里去住，这么做赖，谁赖谁呀、啊、不找他，你那六万多七万块钱的医药费谁掏啊？你先帮我垫上吧，赶明儿个我大牛做满也要还你。当时啊，我嫁了个有钱人，谁都不给我好脸看，这会儿都不嫌钱寒碜。哼，反正我不能轻饶那个的哥，否则我实在咽不下这口气。我早已经给你打听好了，刘强的养父去世后啊，留给他两间平房，现在那房子已经被政府立为危房了，等到拆迁的时候，那的哥说什么也能分个两室一厅，怎么着都值他二十几万。他欠债的那家医院也盯上了这间房子，已经把他告上了法院，所以呀、啊，咱们也得赶紧去占上一间，省得到时候分不着钱，连房子都捞不着。Thank you.
好不容易谈下一家，哎呀，终于让我承包这个车，不过不是从这收的钱，哎，好了，先干吧，总比在家里待着强。对，我说强子，咱们俩得换个斗争方式，咱明着咱得罪不起人家，咱暗着跟他叫板。他不是让你管他吃吗？你俩从现在开始起，每天笑眯眯的给他送去三个大油饼，我让他顿顿吃油饼，吃他恶心。我又给你准备了一个星期的，真有你的。那孙子没虐待你吧？我怎么天天看你吃油饼啊？没有。孙子，你别有事没事都往我这儿跑，有时间呢还是多陪陪老公。公司里的事儿啊，我根本插不上手，老公呢就更不提了，他每天很忙，不是天上飞就是地上跑，回家呢倒头就睡，哪需要你陪。大概是在外面让人家赔够了，反正有钱就行，将来走哪步算哪步吧。谁十全十美的，和住在这儿的人比，我已经觉得很知足了。这是你爸让我给你的，让他留给那个比我小两岁的后妈花吧。哎呀，我说呀，你就别轻刀了。你不要啊，人家正高兴。没有人因为你的拒绝而感到内疚，这年头自尊值几毛几呀，什么都是不要白不要。哎，行了，有事给我打电话吧，我还有事儿，得赶紧回去了。哎，闺女，闺女，好事，快趁热吃了这油饼，这油炸的东西放凉吃拉肚子，快来快来吃啊！别客气，你说什么呀？这油饼是凉的，这都快结冰碴了。这边给我吃。你什么意思啊？合着我不在，你们天天给人吃油饼，你是不是觉得他特好欺负啊？这老吃那个啊，你油饼咋行呢？走，哪儿都有。我这人笨，给咱做了一碗那陕西正经八百的那个油泼面。哎呀，瞎搅和啥？你瞎胡乱说！哎呦我的！川子，我这可是放过胡椒粉了。哎呀，阿姨，我求求你，你走吧，走，你烦死了你。今天的运气还不错，刚一出去就拉两个去机场的。啊，是吗？这是我还你的第一笔钱，钱不多，好来是个心意吧。啊，我专门在胖婶那儿给你要了碗猪蹄汤，听说这猪蹄汤既补骨又美容，趁热喝了吧。哎，啊。哎呀，这俗话呀说得真好，这就叫吃什么补什么。你骂谁呢？你别以为我听不出来。你又不是强子他妈，这事跟你有什么关系？你非在这瞎搅和。你我告诉你，你真把我惹急了，你不信你试试，我给你们家这块地整个买下来，让你们家去全部他妈给他盖了公共厕所了，你全家喝西北风去。好，说得好。哎呀，
我说你呀啊，穿的倒是有头有脸的，说出话来比我们这些人呐还损。算你说对。嗯，我实话告你吧，我呀就是大杂院里出来的，我跟你说你那二两歪心眼做什么我心里还不明白，你想跟我斗你没有玩儿，王莽八蛋。你也喝点吧。没事，你也喝。来，多喝点。对不起，我不知道你家出事了，真不该这会儿来打扰你。我听说小伟到了还是让你们给挤得走了。我欠医院的债还不了，法院把我住那间房给封了。小伟真是个好姑娘，她见我没地儿住，招呼也没打，自己就主动离开了。啊，请你把这个钱转交给小伟，要杀要剐随你便，反正我没干亏心事儿。等等，你们怎么合着伙的整的，我心里一清二楚，不过我现在没有心情跟你理论这件事儿，我只想告诉你，小伟的家境比你好不到哪儿去，他爸娶了个比小伟小两岁的后妈，特不懂事，为了不让当爹的为难，小伟连家又回不了。住院期间呢，单位又让他下了岗，宿舍也被人占了，当时我不敢告诉他，我怕他承受不了病情再恶化，所以千方百计让他住到了你们那儿，没想到我现在最大的担心是小薇别想不开再出个什么意外，你给我去找，我要你给我去找，如果我知道他在什么地方，我早去找。啊，起来起来，他睡到我门口来了，起来吧，起来起来起来。阿姨。哎，小伟，是你啊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想请你帮我找份工作。谁？喂，进来进来。哎，进来。强子到处找你呢，我得赶快告诉他。还没吃早点吧？来，先吃个早点，快。谢谢你啊。师傅，你怎么越蹬越远了？嗯，你看我像那种蒙人的人吗？请坐坐。这五块钱是这差太远了。
哎，师傅坐坐。唬了我一天了，你别没话找话。哦，你快躺床上吧。来，什么事儿啊？深更半夜的。啊，来，坐。坐下说。其实也没什么急事儿。我呢，是专门过来。给你送钱的，我现在又不缺钱，这儿的生意还行，就是辛苦了一点儿。每天早上4点呀，就要去批发点拉花呢。刘芬娜没来找你啊？找了，她原先是帮她老公看摊的，现在啊自己成了女老板了，这不还非要让我辞去这份工去她那儿干呢。不过人各有志嘛，不是我虚伪，要我过他那种日子，我还真过不惯呢。我就爱过现在这种生活，我觉得心里边踏实。阿姨明年可能要回老家，到时候我把这个店顶下来，我会越干越好的。其实我觉得刘芬娜这个人挺好的，女人像她这么爽快的真不多见。她还请黄律师去法院替我交涉，法院有可能按商品房的价格拍卖我那间房子，这样的话我不仅可以还清所有的债务，而且拆迁以后还能落个一室一厅。到那时我第一个把欠你的钱还上。你要没别的事儿就快回去吧。等等。哎呀，车钥匙。哎呀，我不想看你酒后驾车，好了伤疤忘了疼，快走吧。行，那就找你事儿。走，那你们走啊。强子，咱们都是大老爷们儿，说话我就跟你直来直去了。经理，你什么意思？7、8个月前你开车出了事儿，现在伤还没好利索吧？你说谁这么缺德，造我的谣？就算是吧，可这一点也没有影响我开车拉活。你说我这车也收拾得挺利索，份钱我一分也没有少交，这不就完了吗？没那么简单吧？以前出事的公司和被撞的人啊，现在还找你要钱，你还欠一大堆债，有这事吗？经理，我求求你了，我来投奔您，不就是为了糊口还债吗？还债，这个责任我可担不起啊！我看啊，这车啊，哪天逼急了你给我卖了，我找谁去？这事儿不行，我看你别干了。经理，你给我出去，就这样。经理啊，经理，别愁。哎，飞姐，我是干你们缺德的人吗？小伟，小伟。
第一，婚前男方必须支付女方30000元现金。3万？谁写的？还有啊，办18桌酒席，购置高档礼物若干。婚后，婚后男方必须将劳动所得用于支付白伟的医疗、治疗、营养等费用。该给俺交的就给俺交，对不对？还有，这有错？还有啊，并且要把现有的房屋产权人更名为白伟。这是要什么的？这是要什么的？哎，听我的。还有呢？对对。办好以上手续之后，刘强方可与白伟正式谈婚论嫁。这是我的女婿，这是我的女婿，你俩的女婿，那他是你的女婿，你的女婿，你的女婿。真的，我有几句话要跟你说。把这怎么行了？真的，他这媳妇是什么？跟强子结婚的是我，而不是你。你凭什么逼人家在结婚协议上签字？我要嫁的是他的人，不是他的房子。你这么逼强子，你今后邻居该怎么看我？我还是要你下去啊！小伟，咱俩是一个院里长大的，我一直把你当成我的亲妹妹来看待，不管你怎么看我，反正我是听话了，所以我也劝你把目光放得长远一点。我觉得你受的苦已经不少了，如果再嫁个穷光蛋，你说你这苦日子什么时候能到头呢？啊？你不用担心，我欠你的10000块钱，我会替他还清，一定会。哼，我们，哼，按道理就应该你还啊。既然小伟执意要嫁给你，我总得给他留点面子吧。哼，这些钱，只当是我给你们俩的结婚贺礼吧。我和小伟从小到大都没这么吵过，为了你。小伟居然把我的好心全当成了驴肝肺，哼！这大概就是常言所说的爱情的力量。6万多、7万块钱的医药费不用赔，小伟还要反过来伺候你，合着这好事全让你一个人摊上了，我真的佩服你。咱俩是一个阶层出来混的人，你怎么想？我心里清楚啊。你们俩必须记着，小伟是我的朋友，不等于你也是。如果哪天你们俩真的背着要去喝西北风，你别来找我。好，对了，我现在是福丧的寡妇，我没有心情参加别人的婚礼。抱歉吧。你看，你看那头有个女坐了，你看见了没有？
啊！那不是小伟吗？方律师。好。没有谁像我这么真心的希望你幸福啊。这话呀我跟你说过无数次，你自己慢慢体会去吧。来，小伟起来。你怀孕了？强子并不努力，对吧？否则的话，不会让你这么大的肚子还出来干活。这是我自己的事情，不需要别人指手画脚的。阿姨，咱们走。小伟，小伟，不管怎么样，咱们俩是朋友。我告诉你，有些话我也是气头上说的。如果你将来真的有困难，你来找我，我不会不帮你的。修是修一点，但是啊，少于这个数，肯定不行。哎呀，我晚上回去再想想。对，我等你电话。哎，哎，小伟，我送个人啊。啊，你回去回。哎，好。我跟你说，刚才看房子，出的价还行。卖了房子。现在住哪儿啊？啊！一天到晚想入非非的啊，高不成低不就的。人胖婶说了，让你上他那儿去两份差事，回头再给我踏踏实实找份工作。可你倒好了，一天到晚在家里边喝个没完，你还喝是不是？啊！我要不上阿姨那儿去找工作，可你跑西北风去啊！你还喝，让你还喝。你他妈废什么话你？你真是太恐怖了你！你看着过，你看着办啊！我无所谓，能过不能过看，无所谓。过了，这日子过就不过了，怎么了？怎么？你干嘛你？我看看什么呀？谁呀、啊？是我，小伟。来了。小伟，我来看看你。强子。坐吧，进去来坐吧。哎，这屋子真够气派的。屋子气派有什么用？还不是独守空房。哎，有没有去医院做 B 超啊？看看是个男孩还是女孩。我不说，说了，他该不高兴了。他能啊，是个女孩。不高兴正好。把他送给我，你们俩呀，再生个小子，就这个都养不活了，还要俩呢。哎，强子，
你不是说要上厕所吗？啊，对。哎哎哎，等一下，厕所在那边。哎。蹲在这儿。深更半夜的来找我，一定有点什么事儿吧？真没什么事儿，就是来看看我。不会吧？我说你们俩呀，到底有什么事儿？既然来了，不说也见外。我们家小伟再过半年就要生了，我想请您给我找个工作，我也得挣钱养家糊口啊。芬娜，强子他也不求别的，只要有份踏实的工作，他也就知足了。没什么学历，只会开车，干出租我是没戏了。上别这开车，人家老总用的都是有关系的。不瞒你说，前两天我找了一个修理厂的工作，挣多挣少都无所谓，可是老板非让我给人装假货。你说谁要万一赶上了出点事儿，我这也忒不积德了。如果您老能给我一个重新做人的机会，我开车、扫地、端茶倒水，就是给您当三孙子，也会把您交代的事儿当自个儿亲妈的事去办。说过，有什么事儿尽管来找我。今天既然你们来了，看在小伟的份上，这事儿呢我就应下来了。强子明儿就来我公司里上班。啊，对了，现在我们要出去痛痛快快的喝上他两杯，算是给你们俩把新酒补上。诸位公司同仁，公司原来的会计因为少发了他几块钱的奖金，居然去税务局把咱们给举报了，虚开增值税发票，这个罪名有多么大呀。幸好这是我来公司之前的事情，当然我并不是说他这么做有什么不好，但现在此事的波及面之广，已经严重地影响了我们公司的商务运作。为此，咱们公司被狠狠地罚了一笔，损失相当惨重。
因此你们每个人的年终奖金、福利待遇等等都会受到影响。我希望你们今后工作当中，如果对公司有什么不满，千万不要采取这种祸国殃民的方式，应该及时的跟我沟通和商量，拜托大家了。喂，李处长吗？对，我周一会赶到深圳去啊，晚上咱们一起吃顿晚饭。OK， 拜拜。喂，强子，到我办公室来一趟。进来。刘总，你找我有事儿？把门关上。哎，什么刘总刘总的，有外人的时候叫我刘总，没人的时候还叫我芬娜。哎，坐吧。哎，你来公司也不少日子了，找你来是想听你说说那些人是怎么议论我的，他们还有些什么打算，你可得告诉我，现在我是不得不防啊。哦，各种反应都有。这样吧，回头我帮你整理一份材料，省得在这儿啰嗦。刘总，不，芬娜，你放心，就凭你和小伟的关系，我绝对忠于你。就是天塌下来，我们也愿意为你顶着，不管需要我做什么，您吩咐就是了。有你这句话就成。今天在会上，我只讲了一部分情况，另一部分问题的严重性，我不想，也不能讲。坦率告诉你吧，公司现在面临的情况很严峻，国家工商局已经把咱们的几个账号都给封了，说是要查以前那些虚开增值税发票的事情。但是现在公司运营需要大笔的现金，包括搞店那些查我们的人、发放员工的工资等等。如果再没有进项，公司恐怕就支撑不了几天了。那现在该怎么办呢？我能做点什么呢？强子，你一直需要挣笔大钱，彻底摆脱生活的困境。现在有个机会，不知道你愿不愿意去做。你先别考虑我，如果需要我为公司做点什么，再大的风险我也愿意承担。实际上，公司的利益和个人的利益是密不可分的，你明白我说的意思吗？我明白。是这样，我在深圳呢有几个朋友，他们帮我弄了几台好车。你要做的事儿呢一点都不复杂，就是把他们分批从外地开回来就行了。选中你主要因为开车是你的老本行，不过呢这些商业上的机密啊，连老婆也不能讲，这你就放心吧。小薇真没看错，强子你确实非常聪明。就这样吧。那我走了。哎，等等，你去买一身西服啊，记住一定要最好的，发票呢你拿回来报销。